opening round, early start, you're in at four under. Oh. Just assess your opening round. Okay, okay. 今天打的，今天其实打得很好，昨天其实睡的没有说特别理想，可是睡的有点少，可是想说今天就放轻松打，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心态也帮助我许多，然后一开始下去就打两个小鸟，也让我整个节奏啊，还有整个心态都挺好的，然后我觉得这几个礼拜的比赛就状况都很好，开球今天还好，可是铁杆今天表现很好，然后一打到很多很靠近的，几乎就是 OK 的 birdie， 所以总共六只小鸟，然后希望明天跟这周末可以继续保持。And last time out at Country Club Jackson, T12. So what about this course suits your game? 那去年打出并列十二名，然后我觉得这个球场对我来讲其实很适合我，因为你必须打很直，然后必须要把球放在球道上，这样子你第二杆才有机会，然后才有更多的小鸟机会。那这边长草非常的刁钻。那这边我觉得对我是打准确度很高的选手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球场。那果岭方面，我也觉得判读上一直以来都挺适应的，适应的挺快的。And great start to the season last week with T6 at Napa. What's the importance of starting off early with this season? 我觉得秋天在这个五六场比赛里面，只要可以打好的话，接下来。整个赛季啊，剩下的赛季，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喜欢的球场打，然后甚至你可以排到比较前面的，像是一些邀请赛啊，比较大的比赛，然后机会更多，分数也相当的更多。所以秋天一直以来都是挺重要的，而且对大家都知道，秋天有一个好的开始，接下来就可以越打越顺。Perfect.